妹妹的简体在这，先把鼻涕擤好，就可以开始喽。头稍微往后仰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平平的进去。当当当当。你们会跟很多同学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我们来先做一件事，先来快筛，看你们有没有生病，好不好？好。妈妈，什么是快筛？就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，马上让我们知道你有没有染病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是一年就好了。没那么快啦。他这边有写要15分钟。没有，是要放在检测盘上之后15分钟。那会痛吗？会痛吗？我没有被插过，我不知道哎。就像去给医生叔叔吸鼻子这样子，差不多那样子。那还好的啦。这是我们在便利商店就可以买到的快筛剂哦，可以自己在家里做检测。好，打开，它里面会有附一些试剂的东西。先把鼻涕擤好，就可以开始喽。它如果有黄色的地方，如果变成绿色的话，表示这个已经受潮，就不可以再用了。试剂的液体在这里面，准备好。我以为这个垫子是反着的，然后放这个。这是棉花棒，这个地方是要塞到鼻子里去的，所以不要碰到。所以我们从上面开始开。我们准备要开始了，谁要先呢？从最大的，最大的剪刀石头布吗？好吧，那就剪刀石头布喽。剪刀石头布，姐姐，你看我就说最大的先了吧。头稍微往后仰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平平的进去，然后再进去一点，先放轻松。弄到了吗？嗯。好，不要动哦。一、二、三、乖乖宝宝。好，换另外一边，一样。平平进去，姐姐也可以嘴巴张开哈气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就会痛哎，会痛吗？好，这样子姐姐的裁剪就完成喽。那我把它放进去，要碰到水，然后10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这样差不多了。那我们要拿起来，先稍微轻轻的捏一下，然后再把它拿掉，这个就可以丢掉了。好，它这边有附一个滴管，我们先把它扣上，这样它才不会打翻。接着我们要把这个简体滴在试盘上，滴四滴就可以哦。好，它会慢慢吸收进去。我们看到这边就开始吸过来了。为什么要有 T 和 C？ 它这个检测啊。如果它只有 C 一条线的话，就是阴性。可是它如果 C 和 T 都有显现颜色，就算它很淡很淡很淡，都算是阳性哦，就必须要马上去医院喽。开到后面的时候，一开始会痒痒的，啊，到后面的时候会很痛。哈气哈气哈哈哈！不要太，而且我刚还在捏我的手，好痛哦，我的手。把自己手捏痛了。好了，那慧妹妹第二个试盘。对，妈妈，你只要把棉花塞进去就好。真的，人家还好。等一下，你会不会捏到我的手啊？来，最后一份喽。妹妹竟然会害怕。来，头抬高，不要太多。好，不要太多，哈哈气，哈气哈气，不可以动，快动，头不要动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。上边，上边，等一下，你这个鼻涕没擤干净。不哭，来，好，不要动，一、二、三，吐气，不要再动，不要再动，你这样会不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在这，妹妹的简体在这。十秒，一、二、三，
给我就好。什么？玫瑰花。剥不下来啊！你让你自己也剥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等待结果吧，看他们检测的状况怎么样。你觉得自己的结果会是？阴性。嗯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好像是阴性。好，妹妹你呢？不知道，因为人家连阴性阳性都不知道。哈哈哈哈哈！不知道。如果疫情结束之后，你最想要去哪里呢？我最想要去日本。我想要去韩国。还有巴黎，你要去韩国干嘛？韩国想去你姐姐。那你要去巴黎干嘛？看巴黎铁塔。姐姐，你知道同学有生病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姐姐，你知道你的老师是谁了吗？那个老师我没有见过，所以我不太确定他。我当那老师。啊？妹妹，你会怕吧？姐姐的好了，只有一条红红的线，另外一边是完全都没有的呢。姐姐的没事，耶、yeah。再来换妹妹的，妹妹的也是只有红红的一条线，很明显，另外一个看起来也是没有的。好，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让你们更安心的去学校。不过去学校记得也要勤洗手、戴口罩，注意安全哦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快筛。对。然后如果有需要，可以自己去便利商店买哦。最后说什么？谢谢大家。